而这边我们先回到地球，一起掌握几个东南亚最新动态。首先是泰国国家素贪委员会公布前总理赛塔卸任财政部长之后申报的财产清单，它显示呢，赛塔担任总理将近一年后，财产总额是 10.8 亿泰铢，增加了2300万泰铢。年收入虽然是比上任前减少了170万泰铢，不过他的债务也减少了1000万泰铢。而泰国近两年来成为不少想润出中国的年轻人首选，原因是悠闲步调、文青氛围，还有相对低的生活成本。许多中国年轻人更表示，移居泰国后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在中国紧张生活没有过的感受。越共总书记也是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结束中国访问，并且跟中方发表联合声明。那么相较于前两次联合声明，这次越南对于台湾议题的表述用字大增，一中内涵更加具体，也更加趋近中国宣传。而另外在南海呢，非中冲突加剧之际，菲律宾跟美国国安顾问通话，承诺共同推动同盟现代化，包括提升军队跟海岸防卫队的能力。而美国方面呢，苏利文是重申美国对于非美共同防御条约的坚定承诺。最后来看新加坡，新加坡二手公共住宅房价飙涨，当局因此祭出降温令，宣布要下调 HDB 贷款的上限，从房价的80%降到75%。不过商业银行的贷款是维持75%，希望可以冷却涨势，以免拖累大选的选情。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